实验，制作地震仪。胶台及胶带，奇异笔，小刀，大螺帽，棉线约50公分 ，A4 纸，纸箱，长边约30公分。好，第一个呢，你要先准备一个纸箱，把它上面这四片先切下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先在底部开个缝，然后能够让纸袋通过。好，第二步我做完了，这边割个缝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再重割旁边的缝，然后插一条纸条过去，为了固定我们的笔，能够稳定的这样子左右画，不会这样四处乱晃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三步已经做好了，接着也要拿出一支黑色的签字笔，哦，随性的也没关系。我在上面有做点小动作，就是说我用胶带把它缠成厚厚的一圈。很厚很厚的一圈哈，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待会要套螺帽上去，让它重一点，能够稳定的这样摆动。那接着我们要绑线呢，我们要绑线哈。为了避免线脱落，所以我把它绑在一起之后，我用胶带再把它贴起来，那更固定强化一点点。那接着呢，我们要套上我们的螺帽。通常建议放到3颗，但我这颗已经够大够重了，避免棉线撑不住，我只放1颗就好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接着把笔盖打开，简单先示范一下。当我们的笔这样垂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当一旦有地震来时，它这样晃动的时候就开始画。好，接着先收起来，这边。我们要进行挖洞的动作，我要进行挖洞的动作。好，我的棉线要穿过去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略微调整绳子的长度。要确保我们的这个笔啊，能够在这边这样子晃，能够画住我们的那个纸。OK， 那这样子，好，我们把笔盖打开，然后把笔的高度呢，大概距离底面的1公分左右，不要太多，不要超过1公分哦。好，接着固定我们的线。笔固定好了，接着我们要把我们的纸给切开来。再把纸粘起来。好，接着呢，从后面这样送进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地震仪。当有一个同学负责摇晃它的时候，一个同学负责拉纸的时候，笔一旦晃动，对不对？就会有记号做出来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不能拉太快。然后当边摇边拉的时候呢，就会有那个纹路跑出来。当振幅越来越大时，代表地震也很大；那当振幅小时，代表地震小。这就是地震仪的基本原理。